副歌部分这首歌呀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一句每一句都是弱拍啊，弱拍弱位起来。什么叫弱拍呢？就是我们四二拍，强弱强弱啊，在我们后半拍起就是什么，就算就算就算，就是什么，先跟着老师一起，我们一起把手拍起来，你看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是一拍先响下去了之后再唱后面的啊。对，一拍先把它啊打响了，然后再唱就算。好，你看，你听老师的琴，就是就算就算就算我说我爱你。好，那个爱字它有一个上波音啊，爱字有一个上波音，叫爱爱爱你。你看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要把这个波音要唱准，听懂了的同学啊跟着啊，就算我说我爱你。对了，很好啊，就算我说我爱你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唱第二句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这个想字也是要唱想想想想，有一个上波音，拉西拉拉西拉拉西拉。好，弹，就算我说我想你想你，对不对？想你，要把这个音也要拨动起来，上波音哈。来，你看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然后我们一起来，再来一次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来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换气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那个想字可以轻轻的唱。好，我们说唱这个高音的时候，你把它轻轻唱，你看，想你，它是带假声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。好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，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然后我们再来啊，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然后我们再来一次，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好，我们把前面连起来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，依然停